防疫指挥中心五月二十六号宣布，基隆市新增十三起确诊病例，创下基隆单日新高。其中，小姑娘小吃店确诊者就新增七人，达到十三人，包括按五七七二是小姑娘小吃店负责人，按三八三五服务的另一家小吃店金水湾也曝光。三八三五啊，他呃在那个发病之前，他曾经到其他的小吃店去服务，好、哦、工作。 目前了解的是他，他曾经到过金水湾小吃店。好，他曾经到过金水湾小吃店去做服务。目前呢，我们也透过呃追查，呃，现在是追踪总计是四十一人。好、哦，四十一人。那我们在今天呢，已经安排的四个人要进行裁剪。呃，小姑娘小吃店的这个案子呢，呃，会是我们最担心的呃一个。 呃，个案，那目前在进行相关的疫调跟追查当中，那我们也取得了呃 CDC 呃给我们的一些呃电子足迹的资料，那目前呃相关单单位正在呃这个进行呃这个查询的呃这个程序当中。另外，被列为专案列管的成功市场摊商确诊案也持续延烧，经过筛检后。 又有一名摊商确诊，原本停业到五月二十八号的成功市场管委会方面也决定自主延长休市到六月三号晚上十二点。我们很遗憾呢、哦，也是最担心。呃，在昨天、呃、CDC 公布的这个名单里面，又新增加一例是我们成功市场的摊商确诊的案例，就是新的五二零八。 啊，新的五二零八，那新的五二零八这个个案呢，它的摊位是在案三五一九，啊，是在案三五一九的旁边，那是被市政府啊，我们框列为是呃、啊、可能的密切接触者，那经过裁剪安排啊，阳性确诊，所以到目前为止，呃、啊，我们成功市场的这个专案已经有。 三个摊商，好确诊。金融市政府也公布新增确诊者资料，按四九三三在台北百货专柜服务，四月底曾到台北红楼酒吧，按五二零四是家馆，曾在华西街照顾友人。 按五二零六的太太妹妹是也确诊的小姑娘，小吃店负责人。另外，按五三四四是五十多岁的产科工作人员，因为女儿已确诊，男友到家里用餐，结果一家五口都确诊。按五三四四，啊，这是一名女性哈，啊、呃，五十多岁，她是在呃某本市某一妇产科的工作人员。那她是每天都是骑车上班，没有搭乘。 呃、公共的一个运具。那目前初步了解起来，呃，他的女儿，呃，是在五月二十号，啊、呃，有这个男友回家来用餐。那她的男友呢，呃，当下去收到了确诊的一个通知书。那、呃、是一个新北的个案哦。呃，目前，呃。 这个案子是呃，因为这样子，所以全家五个人啊，全部确诊。由于这名产科人员属于后线工作者，就是卫生局方面初步研判，没有传染诊所医护、孕妇甚至新生婴儿的疑虑。他不定时做后线的工作，他没有到前线的机会哈，所以他根本没没有机会去接接触到其他的医护同仁。 也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个所谓的产房里面的一个婴儿。那至于至于我们框列的接触者，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疫调。另外，下午 CDC 公布的基隆新增确诊者中，按五五七四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孕妇，在准备生产时裁剪确认为阳性，目前已经安排入住长庚医院。按五五七四。 呃，这是一名女性，三十多岁，那个案是孕妇。那本来她预计要呃进行剖腹产，那医院要求啊、哦，现在入院都必须进行裁剪确认是阴性才可入院哈、哦。那她经过裁剪之后，啊、呃、是阳性确诊。那目前已安排入住待产了、哦。那她的一个感染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也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苗栗也公布，按五二零三某医院行政人员的足迹，包括基隆国民运动中心、凡宇天阁及目前已歇业的火锅店。基隆市政府方面，除了加强消毒，也提醒曾在这个时段到过这些地点的民众，注意自身健康状况。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请主动向卫生局联系，安排筛检。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